Yeah, good.已经在走，已经在滑行道了。应该要接交 Tower Emirates 367。
哎，按你们这样大概多少机票钱？三十多，四十多，到了再打起来。嗯，我想跟幺进那个。然后他前一他有人家已经帮检查完跑道上面的东西了，有一台车跑检查完，然后有一台车跟着他，是我开车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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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五万块。啊，我们道路三机要先去上海转机。哎，你道路三机要玩什么？没有转机的。就是转机上海呀。他去外面玩。对。送。嗯。玩是，等于说 ，Quebec。这是 Quebec 2吧？哎 ，Quebec 2封闭耶。到上海就坐三零，然后上海到洛杉矶就坐飞机，然后坐到从洛杉矶坐到温尼伯中间还要再转机，然后还能坐到737。但是说飞机然后说它只有这个单车的车子比车的，但是他们单车的组合不多。起飞喽！Thank you.
就是那个号人就开始了。有了有了。Emirates 367 connect. Departure 15.